精湛武技嗨翻全场。徐帆吗？好帅啊！两代风云人物搭讪方式大不同。我是娜豆，欢迎收看小宇宙33号。好的，我们接下来谈呢，其实在这个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风云人物。哦，那有可能各种风云人物，比如说校队，就是这个体育很好，很帅的，帅的，很漂亮，漂亮的，很高的，高的。你都没有在这里面啊，你要什么？你以前是吗？聪明的。哇，没有啦，因为也可能成绩好的啊。那比如说也有一些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所以你是属于成绩好的。我成绩还 OK， 可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我就长得特别矮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矮，就很吸引人注意。然后大家都选我当班长，然后每次走那个带队的时候，我都走在前面，然后就矮了这样子，然后全校都知道我。矮班长就是一种风云人物，所以我们今天找来这个几位呢，都算是风云人物哦。现在夯得不得了，炙手可热，很烫哦。我们只是风云，他们会算是刮起了飓风的感觉哦，好吗？一起欢迎我们的凯蒂跟林立两位。武道神童凯蒂，跳舞魅力不同凡响，可虏获不少人的芳心哦。而当红童星林立，在犀利人气电影版里表现非凡，深植人心哦。凯蒂这一定是超风云的啊，帅爆！应该现在情书接不完吧。凯莉，没有吗？听说现在下课出去的时候，都会很多人跟着你，对不对？有时候滑步出教室。对啊，就是咻咻咻咻，是不是？有时候下课的时候会有很多班上男生都会跟着我，然后有一次我下课，我跟他们说我们要先到操场玩，然后我就先去上厕所，他们全部跟着我一起进来。好帅哦！带进厕所还你要一二三尿，大家才能尿，对不对？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他就说你至少大家会跟着你就对了。哦，那小帅哥凯蒂，听说今天也可以来给我们模仿一下，是不是？台哥，哦你好，现在是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台哥最后就讲，节目是 fabulous， 了不起哦。郑敬一一过来，哎，我一哥啦，哎，郑敬一啦。玉林哥也来，玉林哥，玉林哥。陈玉玲，哈林哥也来了。是的，我就是哈林哥。等一下，你哈林哥怎么跟诸葛亮很像？哈林哥就要像手刀的方式一样。哦，你现在坐着，你可以站着啊，你可以站着表演没关系。哈林哥，那如果黄立行大哥也来了，他是？我是 Stanley 黄立行。张学友也来了，怎么样？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他下巴跟眼睛好会都是戏耶，所以你会常常在班上被 cue 这些模仿吗？对，今天让你再帅一下好不好？因为你跟我们的仔仔听说也有合作，是不是？哎呦，好不好？来欢迎两位的舞蹈，接着就来欣赏凯蒂与仔仔的超强双人舞蹈秀吧。组成一个新的团体耶！对啊，我可以推荐你们跟 SH 联谊哦。
会想要跟阿姨联谊吗？忘年之恋难道不行吗？可以，好，不错，谢谢你啊，凯蒂，谢谢。谢谢。那林立呢？你现在也是应该是很夯，对不对？其实也还好啦。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环的感觉吗？嗯，感觉哦，只是就上学的时候，校门的时候，有些学姐会来迎接我。迎接你？迎接的意思有拿给西还是说？没有，就站在前门，然后陪我一起走到教室。哦，这过程有跟你聊天，还是说是在负责挡别人？哎，你们不可以靠近他哦，他是我的。是保护你，想跟你聊天，认识你。对。哦，很厉害哦，而且听说最近还有选上自治市的。我是副市长，不是市长。选上副市长。我选过市长。很厉害，哎，我跟你讲，对，学校风云人物，这个选上自治市长，其实自治市长根本都只是人缘好不好？是人缘要够好啊。好，我们看一下林立在电影《犀利人妻》里面精彩的演出哦，好来。萌萌，要麻烦你了。是什么？我请客。炸鸡薯条啊！我最讨厌自以为是的大人。我也很讨厌自以为是的小孩啊。小孩子不能挑食。哦。所以林立除了这个《犀利人妻》之外，听说最近还有新作品，对不对？对，世界第一胖，然后是由李国一和孟耿如主演。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呢，除了有这个现在在校园里面非常风云的人物之外呢，我们请来几位呢已经离开了校园，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哦。曾经也是风云人物。一起来我们节目上面炫耀一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他在学校的时候的照片，来。这个有办法当学校的风云人物吗？这不是风云人物脸哦，这个要问一下同学。哎哎，这样就有，这样就有了，这张有，这就有啦。各位同学们觉得帅吗？帅不帅？先猜一下。大方说出你们内心的感受。啊，以恩立刻举的。路人，这不是你的菜。他眼睛太小，而且他那个头发好像那个套在麦克风上面那个。麦克风头。对。所以你讨厌我很久了，对不对？哦，没有，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你这是刷锅子的。有差别，有差别。好，我们请他出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孙贤正。首先先恭喜啦，对不对？出专辑。是的，这是我自己成立新公司之后的第一个音乐作品，叫做《不死鸟》。所以这样讲回，我们讲回这刚刚的学生时期，你究竟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风云？因为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棒球嘛，因为自己又有明星棒球，但其实以前我从小到大，国小是田径，然后国中、高中是排球，这一定受欢迎。哦，那就是体育很好啊。对，就是因为体育的关系啊。好，我们等一下聊一下风云事迹哦。好，来，请入座，谢谢，欢迎你。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他的照片，好不好？来，学校的时尚女王，这已经在拍广告。对啊，这好像广告里面的照片。可能很年轻就有在接触这个工作。子瑜，依照你专业的眼光，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他应该是功课还不错，功课好，乖学生那一类的。哦，真的。如果你看到你学校有这样的同学出现，你第一句话要跟他说什么？你好正！天哪，你好弱！好，我们也欢迎他，欢迎魏如。是已经出道了吗？哦，对，第二张是其实已经开始有在拍广告，然后那是高中的时期。哦，对，因为其实你也算是18岁就踏入圈子，对，差不多。那时候参加我猜嘛，对不对？对，蜜桃女孩耶，各位。所以，但是在参加那个之前，你在学校已经算是有风云的吗？其实我国小的时候当风云人物，是因为参加那个乐仪社。哦，一对一定都是这样，一对，但不是葬仪社，是乐仪社。然后那时候就是升旗典礼的时候当旗手，旗手很引人注意啊，全部人就围着你在看他。对，但其实那时候我功课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功课不是第一名，然后但是只要人缘是第一名的话，你依然可以成为那个风云人物。我把它翻译的话，他就说人正真好，就是这样。没有了，我就说还好，我小时候真的还好，就长得也还好，不会很清秀，大家就会记得你。好，欢迎魏如，谢谢。
爽了，来看一下第三位他的这个照片好不好？哇哦，这已经是爸爸了吧？这是学生帅吗？这个身材好好哦，这跟刚刚那不是同一个人啊？这跟刚刚同一个人吗？这感觉像是一顶安全帽上面又贴了假发，就是很大一颗。这个就很像飞哥的那种发型。好，来同学，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哎呦，大家对他很有想法。来，你们觉得他都是风云人？大豆的阿公。我的阿公，你阿妈？不是，我说是有在骂人吗？这是你阿妈吗？你觉得他的风云是因为他是我阿公？没有了。那你觉得他是哪一类的？他造型很前卫吧？哦，造型前卫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全校，然后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搞一些造型。严哥，你有想法吗？我觉得应该是搞笑派，因为我看他长得很奇怪。搞笑派的也有可能啊，因为逗得大家很开心。其实对，谐星在学校也会很受欢迎。我以前在学校也是差不多这种，对，就是开心果。哦。仔仔，我觉得人家那种就是那种肌肉很多，然后在学校会突然走到一半，突然都把衣服往上脱，这会不会说是变态？然后女生就会说哇好帅哦的那种，光年龄吧。你看这一段还一脸良心，蛮适合扮女生的。学校有一种人，就是肌肉特别好。那喜欢，比如在学校各个角落，就是做一些健身动作给大家看。然后就假借很热，就把衣服脱掉，这样。然后打篮球一定是没有穿上半身。对，究竟是不是他？这个我们要站起来欢迎一下，好吗？好，一起欢迎李叶富才老师。哇塞！哇塞！老师，老师腿力很好哎。老师，你的登场要这么华丽吗？他刚刚这样跪着出场，我跟他说。我怎么可能办不到？就这样啊！对，你看，老师多轻巧，这个蛮累的，三步就到前面了。不，老师人真的超好，每次比如说坐高铁碰到他，老师很客气，怎么样聊天这样。我们常常会碰到，对。对啊，在南部表演的时候，是。所以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以前真的是谐星吗？因为他们这样问。谐星啊，就您在念书时期是风云人物吗？算是风云人物，我很喜欢搞笑啦。真的是搞笑啊！就喜欢跳舞、唱歌，又喜欢搞笑这样子。那你搞笑是什么类型？对，我搞笑的类型大部分是在我的舞蹈的肢体语言里面。觉得很好笑这样子。可以大概做几个，那个时候就是每次出来都有效果。大家必笑的舞蹈。笑了，我这个脸还蛮好笑的，可是明明就是脸部比较好笑。我这里，哎，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所以老师，你以前的学校就是这个路线，喜欢这样玩哦？你喜欢就是你喜欢跳舞，但是舞蹈会加一些搞笑的舞步，就让人家更吸引人家注意啊，这样子觉得比较好玩，比较开心，对，比较不会那么严肃。那造型呢？你以前的造型来讲也是算是特殊的人吗？对，我在小学，对，我们全班的同学都理光头，就我一个头发留的最长。可是可以这样吗？那时候有发镜吧？对，好奇怪啊。那我们那个老师啊。那个他们就让我留啊，怎么那么好？就我一个，我就哦，因为老师是妈妈，校长是爸爸，对不对？啊，恶势力啊！为什么他们就让你？反正就全班就跟人家不一样。就我的头发最长，其他同学都是在几乎是平头啦或者光头。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好的，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做一段这个街访，我们来调查一下，究竟在10到15岁青少年眼中，怎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风云人物？来。青少年心目中风云人物的特质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台北市西门町，访问现在的青少年们，心目中的风云人物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呢？我觉得风云人物要有三个条件，高、富跟帅，就是要像我一样会 B-box， 一定要成绩好，品学兼优，如果能帅更好，会特殊才艺，像是变魔术 Magic， 要超正，身材超好，跟林采妮一样，像师傅阿姨一样有才华，然后很幽默，然后重点是身材要好。风云人物就要跟我一样帅，我觉得风云人物就要像我一样壮，像我一样会唱歌就对了，为爱付出疯狂，我觉得要很会运动，很会跑。哇，看来青少年们对风云人物的门槛还真是高呢。根据调查结果，前三名有以下这三点，各位观众是否也有同感呢？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校友座联盟啦，你们现在在学校算不算已经有一些是成为风云人物了？一进教室，老师就会说：“哎，我昨天在校友座有看到你耶。”然后有一个老师他听不懂中文，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就看校友座就是为了看你。”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要看你。Hi, teacher. Hi, how are you? Hi, I'm good. 然后还有很多那个高中部的女生会来找我，然后尖叫。哦。因为我们都没有，你都有。你说高中？你就不用勉强了，没关系啊。我们不这路线，没关系啊。好。回到学校的时候也是像他一样，老师也会说：“哎，我昨天看校友之后看到你。”啊，又有说有一个老师。那老师又说你很虎烂。对，刚才我看到你，可是你好虎烂，太夸张了。他们没有这样讲，可是同学有，同学会这么觉得。他说你太夸张什么的。听起来这个校园风云人物感觉好处很多，尤其是这个很多请教各方面，搞不好会很方便哦。来问一下你，鞋子是这样，有吗？有吗？其实我觉得请假这件事，其实应该讲对我来讲分两个阶段。嗯，就以前在球员的时期，就是在球队的时期，因为我们就是我读林雅国中，然后转到中正国中。然后再到高英工商，这个其实整个全国的排球都是蛮有名的。对，我们几乎都是南部的第一，然后进全国甲组的前四那一种的。所以其实也不能说是福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中午过后就不用上课。对，因为你们校队嘛，对，所以就是只要一睡完午觉，几乎就是我们就拿着包包，然后就开始去练习了，就都不用上课。然后高中是比较特别一点，高中是因为后来我大概高二就没有打球了，然后但是后来就进到演艺圈，那个时候都是用请假的方式。对，那因为学校我想同学都知道啊，如果请超过七天，就要跟校长直接请。就是比如说请一天可以跟老师请嘛，病假或事假，可是七天就要跟校长，所以我印象中很深，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几乎都是七天以上这样在请。但是犹如你为什么会好请假？你又没有这些队。我是没有，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就假借工作之名，就是有时候会趁机出去可能吃个东西啊，然后逛逛街之类的，就工作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高中是读女校，然后我们老师是女生，然后呢教官是男生，然后教官当初的时候就是变成风云人物之前的时候，教官就开始会盯你，然后你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你开始跟教官混熟一点点之后，教官就开始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说像以前我会觉得读私立学校是不是应该会比较不严，但是反而错了，反而是北一女学校的学生，哇塞，制服裙子超短，是那种露20公分那种一大截，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没有，真的有那么短？我顶多膝上20公分而已，膝上20公分，我腿长嘛，所以我屁股下还有30公分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私立的学校女校，我们的制服裙子是要到膝下，哎，管很严啊。天哪，管很严。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私立学校反而更严，然后你头发是一点颜色都不行的那一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就是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就比较风云人物什么之类，然后教官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说 OK， 那你的颜色就比较不会去这么去抓你，对，刻意去抓你。哦，那就有一些特权，对，就算小特权，对啊。对，但是这个叶老师比较特别，是因为你的那时候学生时代就已经在外面教书了。我学生时代已经是舞蹈老师，几年多大的时候？我高一的时候我在开舞蹈教室，那么就是说边读书边教边教舞，所以你得到很多来自校外的福利吧？对，我教很多同班同学，学校的同学，还有很多社会人士，各阶层都有，包括各种行业都有，所以社会人士他们都会。当然就是说，给我很多学费嘛。那我小时候就很有钱，因为在当老师啊，学生多啊。高中哎，那我都不用跟爸爸妈妈拿钱，自己就很有钱。他们会送我很多，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送很多东西，就是说，答谢老师嘛。我是小老师，然后还会甚至还会带我上酒家到舞厅去玩啊。哦，这样子，对对，各种场合我都被他们带着去。这个算是福利很大的。对啊。那凯蒂跟那个林丽两位呢，也有这样学校里面有特别的一些福利吗？凯蒂，你觉得什么福利？哦，有时候就打扫时间那个，我做打扫工作，我是搬桌椅的。然后有时候我前面先把两个搬完以后，我要搬后面三个，他就已经先搬好了。谁帮你搬的？我同学就全部都帮我搬好了。哇，同学这么有爱。同学对你特别好，
但是有时候，因为别人帮我搬，然后被老师骂。哦，老师会觉得说，哎，你奇怪，为什么大家都要一样，你要做啊，对不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说到这个就要说我们其实当这个风云人物哦，有可能有不好的，就是老师是不是特别盯你们？因为平常那个位置都是空的，是，然后突然坐在那里了，他就整天就是一直盯着你看这样，所以其实想要偷懒也不太行。所以老师这样，就是你在那边讲，他就看着人家么了么了，那就睡着。对啊，对下一个。而且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包括现在整个演艺圈，我想Selina那时候也是，就是学生艺人，对不对？其实学生艺人在学校，我觉得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因为包括你说像刚刚讲说，人家会讲特权这个事嘛，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时候公司就是你的造型就是要有染发，对啊，啊可是学校就是不能让你染发，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之前还有被教官直接，那个教官好像是新来，他直接把我揪到训导教官室去剪个一撮头发下来这样。不是你这个跟公司怎么办？那就没办法，就是只能再修短一点点啊。可是因为他把我揪去，我也不能反抗他吧？是啊是啊，他剪一小撮也不知道。他就觉得说我头发过长。会不会是你的歌迷叫教官剪的？应该不是，他觉得头发过长。因为如果是教官要做，他直接剃刀撸整排。以前会撸一排就是这样。没有，他没有撸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发镜，没有到平头啊。那可能是就是叶老师那个时期才会这样。我们顶多就是有一像西瓜皮的那种，有没有？后面要往上撸。是有点发，这个对工作没办法。而且那时候你还有一个称号，叫做什么？凤山，来自凤山的流氓志。凤山流氓志这个听起来蛮……那是在什么时期？蛮帅的。但为什么这个是谁给你取的绰号？不是因为这个又要再细数一下自己的过去，就是小朋友这个是不好的，就是因为以前鞋子哥哥是很喜欢打架。哦、对，然后其实从国中开始，我几乎就是三不五十，然后就一直被揪到那个训导处或什么，然后罚站啊，干嘛半蹲什么都有，因为过也蛮多的。可是还好，就是运动用功来抵过。对，因为以前常常打架，常常打架，这样就是动不动可能就会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哦，所以才有这个冲突。所以后来就是朋友之间就流出这个外号，谁知道也流到演艺圈来了。凤山流氓志，哎，很酷啊。蛮拉风的，很像一个脸上的一个痣的位置。哎，这个是凤山流氓志。对，那毕竟是不好的事啦。就是对啊，总是不要动手动脚，是的，血气方刚。但是我们要讲到这个校园风云人物，还有一件事情一定容易发生，就是说，爱慕者会不会特别的多呢？应该是这样子吧。凯蒂，说一下现在大概有几个女生在对你已经有意思了。有一年的毕业典礼，就有一个老师在下课，我已经跑到我要玩的地方，我已经要开始玩的时候出来。突然有一个同学把我叫回教室，然后有一个老师说他的同学六年级要毕业，想请我在他的毕业册签名，然后我签完以后就上课了。林立呢？你女生可能肯定情书也收很多，会不会？其实我不确定啦，我不记得我到底收过几封。那就是真的很多封哦。是很多啊。海报上面写林立，我爱上你了，然后在那里大叫，在那里大叫。那你有当时有觉得说是脸红心跳，还是说什么感觉？没有，我觉得他很讨厌。他们这个年纪应该是属于还是会讨厌。他就是 no feel， 没办法，好不好？太明白就不好啊。对，太直接。所以鞋子哥，那个时候你印象中学生时代当风云人物是不是爱慕者很多？多多少少，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校队啊，就蛮容易会有受到女同学这种，对体育的一定会，因为在学校里面比较常见到，因为下午的时间几乎都看到校队在练习嘛，那你就会常常看到一些女学生啊在阳台看，或者在趴在旁边，女生阳台都挂一大排，就跟挂什么猪肉一样，就挂在那边，然后就一直啊这样子，每个都很流口水，然后有些就会比如说你也挂在那边吧，挂在那边，你就是眼发凶光那样的。就好比说，操场嘛，然后我们在练球，然后可能就是阳台上就会有人叫我们球队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就比如说有其中就叫到，哎，孙先生这样子，然后因为都在练嘛，可是有空档的时候还是会回头看一下，
稍微跟他挥一下手，挥个手，然后挥手，也没有那么帅，但是就挥个手之后，就是阳台就会呀，他跟我挥手了，这样子，会这样。那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也不觉得我帅啦，但是因为我们球队里面有几个，就是我觉得其实只要你球运动的还不错，我自然而然好像就会有一个。还蛮有魅力的，就支持这种线，一定的。所以叶老师，你呢？听说那个时候有人爱你爱到，就女生就很多啦，女同学很多，女朋友也很多。那么女朋友也很多，你自己爆料啊？重点，女朋友就是说我是没有去追，只是大家都很喜欢我。那因为我很会跳舞的关系，那你有接受吗？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比较难处理，很复杂。那我这个老师是你，老师是马屁腿，我的是因为什么都喜欢，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做。我的心肠很软啊，心肠很软，就是说大家对我很好，我的心太软了。哦，每个都想接受的意思，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每个都不忍心拒绝了，就是很难处理，很难处理，结果就有些就会想这样，对对对。为了你，有女同学为了你想要。因为他都合理化，就人家就觉得难过，伤害到人家嘛。没有，就是很难处理。我感觉真的很难，就是对这个女生这一块啊，比打文学生又多，学生也是女学生又多，她又会跳舞，同学也是女生很多。对，那么就是，甚至我在当舞蹈老师，还有些时候要把我包养，就叫你不要去教跳舞。对，他说你教跳舞要教很多学生跳，要牵很多女生的手。我把你包养，你不要只想占有你。对对对，所以老师那个年代也流行包养这个东西。有啊，我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比如你下午固定时间你就表演教他嘛，你就不能教别人，你只能教我。对对对，就很多这种状况。魅力已经到达一个境界，好不好？对，小朋友不要学。对，但当然了，不过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因为像鞋子那个时候是学校风云人物，常常跟很多人错肩而过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些帅气？因为你本身自己有一种风云人物的包袱在身上嘛，所以就可能会有帅气的一个转身的笑，可以跟我们这一位同学 Selina 经过一下。他是学校风云人物，帅得不得了。好，来，Action。同学，对不起，你没事吧？啊，有一点痛。啊，这样好，那我送你去保健室吧。谢谢。头发都乱了，我。就这样子，风云人物就把他带走了，就这样。没有，就而且不是啊，就很帅呗。这你根本就不帅啊，因为风云人物真正风云人物，要经过要很帅才敢弄。其实你要试试看啦，你要另取其辱啊。我给你看什么叫帅，你做好。我演女的，对不对？对 ，OK OK。好，那 Selina 你休息。我给你一个真正的风云人物看到人那个表情，你就知道。我是女同学吗 ？Ready Action！ 哎呀！你们会觉得这是风云人物吗？造反了！你们是有两，你有觉得这哪里有风？陆源，我是在喷你，好不好？陆源，你为什么觉得这样还有帅？就是这样吹头发，不但富有喜感，就是有一点点帅帅的感觉。天哪！不是，我跟你讲，我刚刚是把整个校队的风云人物的那个表现都表现出来，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已经是中分嘛，然后结果这样，而且用嘴巴吹你，吹你头发，讨厌！你看，吹完头发都还有，你们注意到很多那种舌头放。那個我打篮球都这样，哪有校队都是平头啊？好弱，好弱，吹不动啊，对啊，没有帅感吗？好吧，太烂了。叶老师，你跟维如经过一下，你会如果以前就觉得话，也试试看，你会怎么样弄到维如想自杀？在你那个时期的时候，学校风云人物，对，如果不小心擦肩而过，你会怎么样？好来 ，Action。献给他什么意思？是什么？把心把爱献给他。哦，
是我们思想误会了。老师就立刻，老师你在路上撞到一个不认识的女生，你转头就把爱献给她。因为我看到她已经很漂亮，我一直吓一跳，好美啊！是一个水查某，水查某，哎，水查某，哦，不好意思哦。这漂亮就没有了，这招说不定会中，那是睡着哦，好，不错不错，你写的睡着，你写的睡着，睡，哦，好，谢谢老师，谢老师，接下来真正帅的来好不好？凯蒂碰到了沈丽娜姐姐，碰到我吗？还是碰到譬如卢以恩好了，好，卢以恩，来卢以恩。合理啊，这是合理的邂逅 ，OK 的 OK 的。而且通常是凯莉来准备 action。武学，你有受伤吗？不要送我去找护士。他就是这样一学人家，你这么开心是怎么样？好帅哦！陆以恩，我刚刚这么演半天你也帅，然后可是程度不太一样。这真的太帅了！这样子好奇怪哦，没关系，我们还有这个。我们有小宇宙联盟要挑战一下，因为刚开录前呢，仔仔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一定要 Q 我，我不让你失望哦。仔仔，电灵力啊，电灵力，好不好 ？Action！ 哦，陆琪，你有事吗？帅就是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就好了。而且我觉得你第一次这么紧张，你现在抓着我什么意思？你害羞了，羞男的啦。好啦好啦，我帮你瞧这一拖，你自己想怎么感谢我？好来，好了，帅了帅了。好，谢谢几位了哈。但是我跟你讲，大家不要以为校花校草，今天不做校花校草，今天讲的是风云人物。大家不要以为风云人物呢有很多只有好处哦，他们其实有一些心酸，说不定成为同学的眼中钉哦。是吗？是，嗯，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我高中读的是工商学校，所以几乎男生的比例非常多，哦，几乎已经到70%都是男生，女生已经不多，所以那时候又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又是常常请假嘛，可是大家就觉得很好奇，请假请的这样子，然后考试为什么还可以过？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有人要来挑衅，要来骂的。哇，对，就是比如说像我是电子科嘛，然后 maybe 可能汽修科或是谁，然后他们就会故意要来骂一下这样子。就骂些什么？在那个时期我毕业了，然后学校还请我上去唱歌，就唱那个张学友的祝福，因为毕业典礼。对，但其实我在台上的时候，台下是都是嘘声的。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学校女生比较少，你知道，所以当这么少女生还都集中起来支持其中一两个的时候，其他人当然虚拟啊。对啊，对。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也没有这种感觉过。我还以为要讲，突然顿了一下。而且你高中你也是男，没有，我们学校是女生一，男生大概9，所以就是女生很少。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女生都很好，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就比较没距离，然后所以可是男生不会讨厌我，他们就希望我帮他们介绍。你应该跟男同学会很好呢。对，因为男同学觉得你跟那些女同学没可能。对，他们就没有威胁性。以为放心，就殊不知。谁知道？没有啦。所以唯如你那时候有被这样子排挤吗？其实我那时候刚进学校的时候有，因为我没有参加新生训练，所以刚进班上的时候就是他们都已经开始，班上同学都已经先很互相很熟悉对方了，然后都了解了。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他以前可能是学姐，但是他可能留级，后来变成是我们班上的人。然后呢，他就会就是喜欢那种就是搞小团体哦，对，就是你知道刚进去就会有那种，就是有些女生喜欢搞小团体啊，然后就开始说，你看那个谁谁怎么样，那谁谁怎么样。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还不认识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说，哦，讲我的坏话，讲我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这样私底下跟我讲说，哦，就叫那些朋友同学都不要理我之类的，就看他们上课都传纸条，然后就是略过我。但是后来就是时间一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日久见人心，就是同学后来也发现说，哦，原来其实
这个女生很有问题，就很喜欢搞小团体啊，搞破坏啊，然后乱讲是非什么，直接搬弄是非。所以后来之后，那些女生都变成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后来那女生就是那个以前是学姐嘛，她后来就变成说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慢慢的她也就转到夜间部去了。对，我们今天呢，我跟你讲啊，我们讲到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呢，其实他们以前学校就是有两把刷子，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喜欢他们。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会让我们尖叫的一些表演哦，好吗？啊，鞋子哥是刚刚从头到尾都说以前我们排球队的时候什么甲组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今天可以稍微修一点排球的技巧。可以啊，可是排球比较没有什么花俏的技巧，哎，就是可能我可能需要纳豆帮我吧，啊，就因为只能这个一起。子云会吗？哦，这种东西我们有个子云很会，来，子云。哦，这是杀球，我们叫杀球，你怎么自己有自己的成果？你真的是，好，所以刚刚那个就是扣球，他就要考验扣球。那好的话就会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对，就是球是不会掉。球的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反复回来。好，接下来呢，我跟你讲，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更厉害喽。那成千万少女这个尖叫，甚至有人为之为他献出生命的。对，叶富台老师要带来什么样的跟屁虫？哦，好，屁虫，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舞棍阿北带来的最新舞曲喽。
哎，而且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观察以恩呐，是从头到尾看的凯蒂都是这种状态，快脱沙眼啊！卢以恩，真开心呐！你许帆吗？好帅啊！好帅！你讲评一下，都走掉了吗？好帅！好帅啊！喜欢他舞蹈吗？讲评一下。喜欢。喜欢啊！就是他跳的好自然哦。那个叶富才老师那种舞，你也可以跳吗？可以哦。听说两位可以来一段，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一段合作，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合作很酷，因为凯蒂的舞风是比较软的，比较随性的感觉，但是叶富才老师是比较硬的，很有力的，对。哇，好期待哦！硬的什么样的结合呢？中西合璧，天下蛮妙的，好不好？一起来看一下啊！欢迎两位，小宇宙独家，凯蒂与武棍阿北合体的双人舞蹈秀。是整个潜力又暴击出来哦！对，我们真的好称赞叶老师，因为你知道他舞蹈是很需要花费大量体力。你看，连凯蒂是小朋友跳完都有点喘呢。对，叶老师实在是两位合作愉快，合作太棒了，好，心火花哎，不错，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起组合表演一下哈，新的团体。对啊，凯蒂刚刚觉得老师的舞这个跳起来怎么样的感觉？超累，超累。今天最后呢，我们请贤志哥介绍一下你的签唱时间。是的，这次专辑5月31号发行之后，6月份有一些活动哦，分别是6月15号、16号会在中南部都会有签唱会。另外比较重要的是6月28号，会在这个西门的红楼有我自己的一个小型售票歌唱。好，一定支持一下不死鸟啊，好吗？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算是风云人物孙协志带来的歌曲《要了我的命》，欢迎。